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我等所以轮回六道者，皆有口业，或不轻言似语，便口立辞，弗须假誓，言行相乖，恶报自招，历劫无免，岂得不人人悚然增道，忏惜此过？相与从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口业不善，于四生六道，父母师长，一切眷属边，迷恶不宣，出言粗广，发语毁谤，朋友聚话，无意而说，指空为有，指有为空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作言不作，不作言作，如是颠倒，反天异地，自立生物，更相缠谤，言己则迷得不归，说他则何恶不往，乃至品素圣贤，才良君父，即说师长，谤善之事，无道无义，无所顾难，事有忧恶，伤行丧命，未来处痛，永结因报，且细笑之请，便能具足无量重罪，何况苦言已加一切，众等相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恶口业于天道、人道有怨对者，于阿修罗道、地狱道有怨对者，于恶鬼道、畜生道有怨对者，于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有怨对者，众等以慈悲心同菩萨行，同菩萨愿，普皆奉为归命敬礼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尽断疑佛，南无无量持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不复佛，南无无住佛，南无得差迦佛，南无众首佛，南无释光佛，南无多德佛，南无弗沙佛，南无无边威德佛，南无意义佛，南无药王佛，南无断恶佛，南无无热佛，南无善调佛，南无明德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永德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大德佛，南无极灭义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善住佛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妙音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始觉悟，同到道场。若有身行居碍，有心不得道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摄其精神，一切同道，受众等忏口业罪，从无始无明住地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口恶业因缘，于六道中被起怨结，愿以三宝神力，令四生六道三世怨对，所忏永断，所悔永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十二行，以口四恶起无量罪，或以恶口恼乱父母师长眷属及诸众生，或于父母起妄语业，或于师长起妄语业，或于眷属起妄语业，或于一切众生起妄语业，或复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或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
或知言不知，不知言之，或为骄慢，或为嫉妒，起妄语业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两舌业，受他恶言，不能复藏，向彼说此，向此说彼，使人分散，令他因苦，或因嬉笑斗争两家，离人骨肉，破他眷属，缠乱君臣，纷扰一切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造其语罪，说无益语，无利益语，或恼父母，或恼师长，或恼同学，乃至六道一切众生，皆其恼害。如是口业所起怨对，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令四身六道、三世众愿、一切愿结毕竟解脱，一切罪业皆悉除断，毕竟不复起诸愿结，更入三途，毕竟不复于六道中处毒相加。从今日去，一切舍施无愿亲想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初地，永为法亲，慈悲眷属。从今已去，乃至菩提，三界果报永不复受，断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增进身修，行大乘道，入佛智慧，一切愿海皆能满足，六通三达无不明了，得佛三密，具五分身，登金刚会，成种智果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忏悔身口罪尽，赐复因须清净意业，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者，皆由意业结集牢固，十恶五逆必由意造，故佛戒言不得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邪见，后堕地狱受苦无穷。今日相与共见心之去意诸事，亦由君之总测其程，口发恶言，身行恶行，于六道中能招聚报，当知灭身是由心造。今欲改悔，先挫其心，次折其意，何以故耳？今言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当知结心是解脱之本，尽意是进去之机，三途聚报不来，恶道众苦不往，然身口业粗意浅，异地维系难除。如来大圣一切智人于身口意使得不护，况乎愚惑凡夫而不守圣，若不折错未见其善。是以经云，防疫如尘，守口如瓶，岂得不护？相与无始以来即此一行，无名起爱增长生死，亦能具足十二苦事，八邪八难，三途六道轮回流转，无不经历。如是诸处受无量苦，皆由意业构起怨对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。煽动六情，此意无体，轻重恶业无不被造，或身口不遂，心增愤毒，更相杀害，无怜悯心。若自唯有痛痒不可一忍，彼至在他，唯恐处毒不深，见人之过，自愿宣说，自有千师不喜他闻，有如是心，实可惭愧。有异地起称大道怨贼，所以今言
皆功德贼，无过嗔恚。又华严经云，佛子若起一嗔恚心，一切恶中无过此恶。何以故耳？起一嗔心，则受百千障碍。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不闻法障，生恶道障，多疾病障，被谤毁障，生暗顿障，失正念障，少智慧障，尽恶知识障，不乐贤善障，远正见障，乃至离佛正教，入魔境界，被善知识诸根不具，生恶业家，处于边地，如是等障不可具说。我等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因有无量无边嗔恚恶心，乃至起嗔不必亲足，何况六道诸众生等，及其烦恼猛毒，不复自知。但是不得为，心想则何所不念？若使得遂心意，则谁不被困？故天子一怒，浮尸万里；将司以还，孔子纷扰；鞭挞垂服，有诸罪过。当此之时，何处因言？我依善戒，唯恐苦库，不深不重。是义第二，通于有事，至于不免，豪见共有，未尝一日惭愧改悔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嗔恚烦恼，忆虑忧生，虽复欲舍，对境已发，动与恶俱，念念相处，何时当得免离思苦？大众既知其罪，岂得厌然而不改悔？相与今日肯到披尘，忏灭此罪，一个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所缚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殿相佛，南无恭敬佛，南无威德守佛，南无智日佛，南无上利佛，南无须弥顶佛，南无智愿贼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应赞佛，南无智次佛，南无离焦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常乐佛，南无不少国佛，南无天明佛，南无见有边佛，南无顺良佛，南无多功德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狮子像佛，南无药传佛，南无无所少佛，南无游戏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无量无边自在力，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忏意所结一切愿对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已结之愿愿忏除灭，未结之愿不敢复结。仰愿以三宝力同加摄受，哀悯复护，令得解脱。众等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以一恶业因缘，于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结诸怨对，若轻若重，今日惭愧发怒忏悔，一切怨对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依三毒根起于贪心，因于贪始起于贪业，若忧若显尽空法界，他所有物起于恶念，我当取之，乃至父母物、师长物、眷属物、一切众生物、诸天诸仙物、如是等物，皆念属己。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于嗔业，昼夜稍然，一时一刻无暂休息，小不适意便大恚怒，取诸众生种种恼害，
或加鞭杖，或缚沉你，乃至驱破饥饿，悬浮忧喜。如是称罪，无量怨怼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随逐无明，起于痴业，无恶不造，无有正慧，信于邪言，受于邪法。如是痴业，皆诸怨怼，无量无边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行十邪道，无怨不结，无业不造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，煽动六情，起诸结业。或身口不遂其事，心增独立，乃至戏笑，构起是非，不以直心与人从事，横怀谗取，无有惭愧。如是等罪，无量无边，于六道中受大苦恼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业不善，口业不善，意业不善，如是恶业，于薄边起一切罪障，于法边起一切罪障，于诸菩萨贤圣边起一切罪障，如是罪障无量无边，今日至诚，求爱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三口四意三恶业，五逆四众，无罪不作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六根六尘六识妄想颠倒，攀缘诸境，造一切罪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于设威仪界、设善法界、设众生界，多有毁犯，身坏命中，堕三恶道，在地狱中受无量无边恒沙等苦，又堕恶鬼，无所事知，恒抱饥渴，受诸热恼，又堕畜生，受无量苦，饮食不尽，饥寒困苦，又出生人中，堕邪见家，心常谗取，信于邪言，失于正道，莫生死海，永无出期。三世一切众恶怨怼，不可称计，唯有诸佛尽知尽见。其如诸佛所知所见，罪报多少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诸佛大慈悲力、大神通力，如法调伏诸众生力，令众等今日忏悔，一切怨怼即得除灭。六道四身，今日已受怼者、未受怼者，愿以诸佛大地菩萨、一切贤圣大慈悲力，令此众愿毕竟解脱。从今日去，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毕竟清净，舍恶道身得净土身，舍怨怼命得智慧命，舍怨怼身得金刚身，舍恶道苦得涅槃乐，念恶道苦发菩提心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过去现在四生六道，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愿以今忏悔，同得清净，同得解脱，具足智慧，神力自在。愿诸众生从今日去，至于菩提，常见十方，尽虚空界诸佛法身，常见诸佛三十二相紫摩之身，常见诸佛八十种好，分行散体，遍满十方，救众生身，常见诸佛放眉间白毫相光，济地狱苦。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已经忏悔清净功德因缘，从今日去舍身受身，不经地狱道或汤炉炭焦形烂体之苦，不经恶鬼道怀饥暴渴争喉骨腹之苦，
不经畜生道，常在愁命驱驰宰割之苦；若在人道，不经四百四病畜生之苦，不经大热大寒难耐之苦，不经刀杖毒药加害之苦，不经饥渴困乏之苦。有愿大众从今日去，奉戒清净，无玷污心，常修仁义，念报恩心，供养父母如是世尊，奉事师长如对诸佛，敬重国王如真法身，于于一切皆如吉祥。又愿大众从今日去，乃至菩提，达生法义，至无所谓，明解大乘，了见正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物，一向坚固，至求佛道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，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那么我们接着说，这个觉沃吉一行人啊，他们离开了三耶寺，往这个涅槃的方向前行。途中呢，觉沃吉的另一个大弟子摩依师，在他的这个盛情邀请之下呢，觉沃吉便决定留在拉萨小住，而且呢就参观了就现在的这个大昭寺。觉沃吉刚到大昭寺门口的时候，就在迎请他的队伍里面看到有一个身材高挑、皮肤泛白的人，对他大喊：欢迎大奔之达，胜利胜利。见到这一幕呢，觉沃吉呢立刻翻山下马要冲过去，啊！大家呢，一旁面面相觑，一脸茫然，猛然就问道：“啊，请问您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啊，觉沃吉说：“难道你们没看到有一个皮肤很白的人吗？”啊，大家纷纷点头，都说：“啊，看到了。”那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尊者答道：“啊，那位是我的本尊观音菩萨，我想到面前去礼拜，但是追不上他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接下来呢就是觉沃吉就进到大昭寺里面进行参观。当时呢，他见到一尊吐蕃时期的国宝级观音像时，心中为之一震，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惊艳、更殊胜的观音圣像。他跟个观音本尊呢毫无二致，于是呢就做了许多许多的供养。接着呢，尊者又见到觉沃佛，他再次发出感叹：这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任何差别，这就是佛陀本尊。于是呢就马上找来了一位尼泊尔也有可能是印度的一个画师，吩咐他画一幅唐卡，要跟觉沃佛一模一样才行。于是呢，这位画师就画了一幅五尊佛陀。觉沃吉一看呢，说道：啊，不像不像，重新画。所以呢，画师又画了一幅，可觉沃吉呢仍觉得不够满意。总之呢，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共画了七次，终于呢到了第七幅的时候，觉沃吉才
比较认可，于是呢就把这幅唐卡留在了他的身边，作为这个祈祷的对象。后来呢，虽然呢他想把这幅唐卡呢寄回印度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最后呢，这幅唐卡就留在了涅唐寺。至于现在何处呢，我们就无从知晓了。那么觉沃姐在住在这个拉萨的这段时光呢，莫依师等很多人呢从尊者处啊领受了很多灌顶，同时呢他们也一起翻译了杜姆成就法等等不少的这个密法典籍。尤其是在莫依师的恳求下，觉沃姐开演了中观新论释思泽宴，当时所讲的这些内容的精华和口诀呢都被翻译成了藏文，现在也可以看到。与此同时呢，尊者也讲说了一些有关律典的内容。不管怎么说呢，觉沃姐来到藏地之后呢，原本呢心里有一些弘法利生的想法和打算。比如说呢，上堂课我们提到啊，小乘有四个根本部派，大众部、说一切有部、上座部和正量部。而当时呢，藏地的僧人所受的这个出家戒全部都是来自这个说一切有部。而觉沃姐呢想要将另外三个部派的戒传也都传入藏地，这样一来呢，藏地就可以完整的具备三个部派的僧团。但是呢，由于在此之前呢，印度的部派之间就有互相争吵不和的先例，因此呢，准顿巴就觉得藏地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，所以呢就制止了觉沃姐建立四部僧团的打算。所以呢甚至今日呢，藏地所有的僧众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僧团。总而言之呢，觉沃姐的这种种种计划呢最后呢都未能实现。连他自己也感叹到啊，不让我讲密法，不让我讲这个《朵花金刚歌》，现在连僧团也不让我建啊，那我来藏地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后来呢，几十年之后，米勒日巴尊者也曾经对冈波巴这样说过：藏族人太笨了。不让阿底峡尊者这样的精通密法的人讲说密法，简直就是愚笨之极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